手想求复合，竟然这样以死相逼。女生先找他出来谈，有哭，然后就跪下，然后就扒着那个男生的腿，自己好好过自己的人生就好。然后我这个男生朋友他就走了。然后他再下一次接到女生电话的时候，你在家吗？然后男生说我不在家。然后那女生就说，不是我在你家里面。